你看他给他折一半，折断。昨天晚上将近六点的时候，接获武关管制站的通知，说有一名民众骑乘机车经过德基管制站，经过拦查，他结果闯过德基管制站，往武关方向。武关管制站通知我们之后，我们就派同仁上去。还未到达之前，武关管制站又来电话通知说，该名机车骑士在 1.7K 的地方被他们拦到。可是该名骑士将机车丢弃之后，用徒步的方式跑掉，跑到 1.3K 左右的地方，然后不见踪影。那警方就昨天晚上就请求那个消防队发动搜救，目前还在持续的搜索中。